早餐有维生素、蛋白质、碳水，好吃，就是没啥味儿。饱了，干就完了，准付100个，练完回家干饭。午餐少碳水，多吃蛋白质、膳食纤维。好吃，就是没啥味儿。先做100个俯卧撑，热热身。今天练了200个俯卧撑，100个臂屈伸。晚上吃大餐。好吃，太有味了。吃饱开店，吃得好饱。